思思，之前我话还没说完，你便消失离开了，是不是对我有些失望？其实我不是鲁莽的，不顾全县的安危，任性的做一颗避光珠。我只不过想弥补百年前的错误，百年前是我欠他的。我要是没有赏金他。 他就不会爱上我，他也不会承受现在所遭遇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救我才重伤如此，这样的我是所有人的累赘。我知道，身为海皇，我有责任保护整个权限，带他们回家。但作为一生只能爱一次的鲛人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 我又怎么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海皇呢？此事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我在七海之外就感受到你体内反噬之力汹涌，要是再施法，你会承受不住，会丧命的。 成功了，阿莹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我什么都不用去想，什么也不用担心，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。真的好希望可以永远的生活在这个气泡当中。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说，但是我都没有办法说，我憋得好辛苦。那日我被困在十里亭，以为自己要死在那日光下，我好像见到你了，但我想抓住你的手。 又消失不见，人群都散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我百年来没有看过日出，可以陪我看日出吗？可是我，天亮之前我们就走，我会保护你的，相信我。 归去，彼时梦。
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我说你可以看到日出吧。以后你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要什么我都会听着，不会再让你一个人。却不见，却不见，曾以为的缱绻，用谢谢你送我。你已经说了很多次谢谢了，只为换你一笑的瞬间。才是我这一百年来唯一忘不掉的一点亮光。别说小姑娘，你这眼光真好，这些都是我从碧落海带回来的珠子。哎，你看啊，这珠子的光泽大小个顶个的，还挺好看的，全都给你保真。这个特别适合您，姑娘，来吧，拿一个吧。这些都是假的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懂不懂珠子？你这样信口开河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哎，我们走吧。这你这，哼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哎，你看他这个，妍希，幸好你告诉我，要不我就被骗了。那是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假。哎，对了，妍希，你有没有告诉冰块哥哥？啊，我，你告诉了，你一定告诉了。那我们少主也有话想对白王讲啊，他都等了一整夜了。那总得分个先来后到吧。可是喜欢哪分什么先来后到啊？你懂什么是喜欢吗？我不懂。但起码我知道，你那种就是喜欢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为何会启动水镜？水镜不是只有空桑的司命才可以打开吗？我用的方式就是你的方式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水镜是需要帝王之力的。莫非？根本不是苍流人。我是这云皇大地上最强大的人，有何不可？你不过就是一个暴虐的阴鬼之人。这云皇大地上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是星尊王和白眉王后。很是如此，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，就会有一时想要遏制。真是可笑啊！正是因为这一点可悲的情感，我才会重新回到这片大地上。Ha ha ha ha!